考考你们，认不认识这三种鱼？好的，第一题，请看，刚刚有提到尾巴很漂亮，有彩色，像孔雀一样的是什么鱼？孔雀鱼，很厉害，答对了。好，接下来换我来考考你们哦。第二种鱼，它的身上有黑色、白色的条纹，像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的斑马线一样。请问这种是什么鱼啊？斑马鱼。嗯，噔噔，答对了。哇，也太厉害了吧！那最后一题咯，要仔细看呢。有一种鱼身上有很可爱的橘色跟白色条纹，而且它最喜欢跟海葵跳舞的。一起说是什么鱼？小丑鱼。是小丑鱼吗？噔噔，恭喜你们答对了，大家很棒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啊，还有一种鱼忘记跟大家介绍了。嗯，是什么鱼？嘿嘿，那就是跟我们三个一样美丽的美人鱼啊。哦，美人鱼，太棒了。那现在呢，就跟美人鱼还有所有的小小热带鱼一起来跳舞咯，一起游泳，大声唱歌哟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，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的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源地。我是一只热带鱼，非常美丽，它是一只热带鱼，是我的居，我们都是热带鱼，游来游去，珊瑚礁是我们的快乐的源地。哈哈，嘿嘿，耶！今天上了热带鱼课，所有的小朋友认识很多不同的热带鱼哦。也要提醒小朋友们，我们到海边玩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，不可以破坏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没错。那我们赶快来问问看熊比小朋友今天表现得棒不棒。请所有的热带鱼们站起来一起跳舞哦，出发喽！一起加油跳舞吧！好，要慢慢集合，我们一起踏踏步。好棒哦！看前面小星星。走走走！上学变成快乐的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。跳起来！哥哥姐姐，我们都是好同伴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天天地地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哈哈，今天上热带鱼课，现在请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变成鱼，游泳，游泳，游泳。接着要变成孔雀鱼，扭扭屁股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一起玩，悠悠上学去，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啦！我是香蕉哥哥。小朋友，你敢一个人睡觉吗？
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怕黑啊？房间暗暗的，好像有点可怕哎。不用害怕，你可以拿出手电筒或是小夜灯，最重要的是有香蕉哥哥陪着你哦。让我们一起来打败小黑。天生就乌漆嘛黑，我不是狗狗，也不是猫咪，你猜我是谁？我是小黑，爱闯进你的世界，嘿嘿，我不会咬你，更不会吃你，你是我的哈比。在黑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吓吓吓吓你。在黑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吓吓吓吓你。小黑来了，小朋友快躲到棉被，嘿嘿嘿，吓坏你是我的快乐。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一起打败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没有记错啊，应该是这里吧？啊，被你们发现了。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服装？从脚到身体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专业吧？希望我的服装有合格。今天要去找一群呢，听说他们跳国际标准舞非常厉害的小朋友，在哪里呢？让我带你们去走。真的都没有声音呢。那所以屁股要怎么样？像我一样啊？对吗？这样子对吗？这样子对吗？不是，那不是洗澡都是晚上洗吗？所以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？今天早上洗。问哥哥，问哥哥，哥哥早上洗还是晚上洗？我是早晚都没有洗。早晚都没有洗，好乖啊！我不敢碰你的头。我跟你有话。大家好，我们要表演的是国标舞曲。Thank you.
下，这个 pose 是什么意思？我要配合你吗？不要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在不要嘛。那你再做一次啊，一二三，大家一起做，一二三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在录影的时候要看一下摄影机，因为你一直在看镜子。我知道你很喜欢照镜子，但是要看摄影机，这样子才可以放在电视到电视机前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最喜欢哪一种？不要看摄影机，摄影机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家都有看摄影机，看没有看？没有看，没有看。再一次哦，来手放下来。可是我觉得你们的 pose 都不够华丽，要表情也要出来。对，就像这一种 ，I like。好，准备喽。好，来看前面，沙西西哦，宝贝大明星。睡过头，明明在梦中，我早就醒过来了。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？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？一定是因为要怪我起不来吧。What？ 这么规定？奈安奈。We。上了。哎，太阳哥哥，你的垃圾怎么这么大包啊？对呀，你该不会很久没有到了吧？因为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到垃圾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要记得做垃圾分类，才不会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哦。垃圾分类，那要怎么做呢？除了一般垃圾之外，像塑胶瓶、铁罐上面有资源回收标志的物品，就属于资源垃圾，就要记得回收哦。哦，还有，吃完的剩菜剩饭可以做厨余回收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今天要学习的是跟资源回收有关的单字 ，plastic， 塑胶 ，plastic。塑胶 ，recycle， 回收 ，recycle， 回收 ，bottle， 瓶子 ，bottle， 瓶子。今天不但学会了很多单字，也学会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。嗯，大家都做好资源回收，清洁队的叔叔阿姨就不会这么辛苦啦。悠悠们的魔法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是神奇，阿妹。
只要它一出现，就有这么多的巧合。小朋友他们虽然年纪小，可是他们有很多爱护地球的好方法哦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爱护地球的好方法？哦，我爱护地球的方法就是出门的时候会记得随手关灯，这样才不会浪费电。那你呢？我啊，像我就会记得资源回收，例如宝特瓶啊或纸类这些垃圾都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做成有用的东西哦。这也很棒哎。那小朋友，你们有什么爱护地球的好方法呢？下次可以跟我们分享哦。悠悠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